用感中心，点三用内。
学，教师甄选也可以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对对对，他有关你考试的就可以。我这个就是你要先来这边点灯，他完了之后你告诉他你有上榜，他就会帮你写榜单。至少还是要点灯啦，不然他怎么知道你哦？啊？对对对对啊，他们有还有加州理工的啊，这很是很厉害的。好，文昌祠它其实以前叫做孔子庙啦，那因为也是有供奉的孔子跟对对对。他就是只有孔子、韩愈跟中间的文昌帝君。对。上面写一个圣旨，哎，不一样啊。对啊，那旁边那个就是他历代修的那个过程，最里面那个是最古老的碑，碑对的历史嘛。那个最旁边这个是最远最古老的，这个已经看不出来了，字都已经风化掉了。
杯，好需要去那边喝。Thank you.
拍一下，你刚好有做到你们，哎呦！ 百胜18块。
高潮戏。
可以啦，在十分钟就到终点了，十分钟就到终点了。对，哎，对。你们都没有带伞哦。啊，他们下来，刚下来的时候天是晴的啦，他哪知道现在就下雨了，都没带伞。这是一次拍到没有什么人的高美湿地。之前全部都是人，
下镜头。下雨天，然后来高美湿地伤脑筋。啊！来，我看一下镜头。没有，我在录影。来，进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我来帮你拍一下。好。
Thank you.